你们班上部分女同学不许超过这条线。凭什么呀？我说不行就不行。那凭什么不能抄啊？你看你现在都偏向我这边来了，那我写字也不好写啊，我就要抄。小学生被罚站，明天肯定会叫我家长。初中生被罚站，高中生被罚站。如何套路女同学三？轩哥，你的反应速度快吗？那当然了。那轩哥，我来考考你 ABCD 分别代表四种动物，猪狗牛羊，我说动物的名称，你来回答相应的字母，速度要快哦。太简单了，来吧。牛 C 羊 D 狗 B 猪 A 猪猪猪猪 A 你这是难不倒我的。打不过我吧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是这么强的。你妈妈也是这样吗？妈妈，我英语考了60，学学人家小明。妈妈，我语文考了80，学学人家小明。妈妈，我数学考了98，那咋不让你吃了？学学人家小明，小明考了97。学学隔壁小王。哎，全世界都是敌人。盘点那些文明的英语舞。山姆 ，Sam， 亲爱的 ，Dear， 价 ，G， 乐透 ，Lotto。你来读一遍。三别记老头。是我的声音，老公，这是我开启了变声器的声音。老公，好好好，这么完事吧。我要换一个皮肤，再开一个变声器。渣渣辉，哎，不是，搞错了。渣渣辉，呵呵呵，看我怎么整你。威哥哥，我是你的渣男女铁粉，可以带我打副本吗？哟，是妹子呀，哈哈，和妹子玩游戏我最拿手了。妹妹，你小心一点哈。嗯，好的。啊，对了，我的私下很多网络游戏都有跟进活动，深入快下游戏题哦。哈哈哈，在我大崩里面洗澡吧你。哇，辉哥哥你好厉害呀！哦吼，哇，太爽了！哈哈，妹妹，我们下次还能一起打副本吗？可以呀、啊，辉哥哥。奶奶的，防火兄，我要嘎了你！哎呀，又是评论，读到我，防火兄原地起飞。读到我，把渣渣辉的皇冠偷了。轩哥读到我疯狂点赞，耶嘿嘿嘿，我终于给方华轩点赞了，耶嘿嘿嘿，读到我点赞关注绝不白嫖，耶嘿嘿嘿，可恶，下次一定，老非凡。我是老非凡派来的，我不仅要白嫖，还要说下次一定呀。你别跑，我现在就嘎了你。读到我生吃小米辣，放心整理一下，搞错了，再来。兄弟们，小米椒已经准备好了，让你们看一下江西的到底有多吃辣。把飞子羊给嘎了，刀变成羊，这不好吧？把变成羊给嘎了，保证三连。炸！变成羊就在前面啊，我现在就过去，你准备三连吧。你干啥呢？我找废墟玩。啊，对不对，怎么变成羊也会做陷阱啊？六，轩哥，前面那个好像是之前的奸商，还敢在这蹦迪，走过去看看。79确实有点贵啊。哪里贵了？这真的也就万事。这个东西就是这样，我听到疯掉了。就是贵。还想跑是吧？
别急，我有办法治他。考试前一天的我二，哈哈，明天又考试了，对我来说太简单了。七加八九，八加七六，那咋不对呢？就对，苹果 iPhone 大苹果 iPad， 我真是天才呀！我都不用看书了，我玩一宿手机。考试时的我，山东哥这操闲牛皮六六六，我的宝贝儿。班级，我是哪班来的？我是不是走错学校了？这屋里人我俩都不认识呢。您家的床大不大？一个人住怕不怕？哎呀。我说我很丑吗？那我走啊，走走，那我走走，啥也不会，走走，你不打了。轩哥做的一首长尾诗。老师，我写了一首长尾诗，你帮我看看吧。关冠轩，你还会写诗啊？你念吧。三度一寒暑，暑去冬即空架，架东风落尽梅，梅相思偶佳作，作成名归就业，业嗯，写的不错。老师，你连起来念一遍。暑假没作业。评论点赞，作业减半。来看看什么是顶级理解三。哎呀，那几个孩子身体素质可真好啊，也哪像我，这刚一入秋，大风衣就穿上了。石主任，给那几个没有穿校服的孩子说一下，叫他们把校服穿上啊。哎，这几天降温确实有点快。一二三四五，扣十五分。三班后排那几个男生啊，下次上操把校服穿上。今天谁上操的时候让主任抓着了？站起来！今天食堂的饭我觉得还可以啊，龙校长觉得怎么样？哦，我觉得也还可以，是吧？嗯，石主任，跟那几个取外卖的孩子说一下，能在食堂吃尽量在食堂吃啊。哎，知道了，校长。站住！你们哪个班的？班上没说过不让订外卖吗？东西拿着，给我回教导处，等你们班主任上班了再来领你们啊。哎，主任您费心了啊，可真行啊！走，上我办公室说去。开错门了。啊！住！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，憋不住了。有水，别踩着。多少钱呢？开锁200。太贵了，就开个门。开门免费。你俩有病啊！我家。听完这个，我已经忘记原创怎么唱了。啊！人类迷惑行为。作业写完了，但没有完全写完。Love isn'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of the bar is where I go。咱们用打火机把它烧了吧。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oo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。哎，不行，万一烧坏了怎么办 ？Over and started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, I'll give it a chance。哎，不对，肚子疼，先拉个屎。Now take my hand, stop to fi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。哎，等一下。没拉干净。Girl,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。放假前，哼，小 kiss， 哼。开学时，嗯，哎，是等于好多课啊？你敢这样叫你兄弟起床吗？起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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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床。六一儿童节的文艺晚会，请欣赏第一个节目二年三班的孤勇者，请下一个节目三年二班的孤勇者做好准备。我勒个去，八遍孤勇者，五遍踏山河，还有个成泥站的小子，这是留了几集啊？
下面请欣赏《蜜雪勇者》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自我绝望，你却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。接下来请欣赏一年十一班方文轩演唱的《找勇者》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自我绝望，你却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，却敢堵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你连缺口都一样。